对这个清理低端人口啊，这个低端的你们这个接受吗？这个低端说法接受，我们外地人有什么接受不接受啊，行就待这里干了，没活干我们还得回老家去，还回到别的地方去呗，反正我们是自由的嘛。其实怎么端说我们的产业吧，污染没有，就全部使电，也不影响别人啊。我就不知道，反正听人一说，就是我们这属于低端产业，就要被清理出去。我就说，人家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是，哎，你就是高端人才；你要不需要，你就低端的，只能这么解释。我感觉北京真是，哎呀，太不人性化。我们怎么说，辛辛苦苦的在北京创业，刚刚稍微说是能挣点，能刚刚解决温饱的时候。哎，说我们这个东西低端产业，你们回家吧，太不公平了。